也算是一个经典。这个经典如果在国内不能这样通过就是买版权这样回来看的方式的话，我们觉得也确实是很可惜的。是就觉得它是一个窗口，就是中国可以通过这个窗口去了解一些美国的文化，比如说像这些咖啡啊，然后一开始我很喜欢他们那边喝咖啡那个超大那个马克杯。